灾星还真是阴魂不散呢。叶本人已经死了那么多，还要互相残杀。叶灵霜，你还活着？莲公主，莲公主，叶子。事情就是这样。后来， 我才跟叶北被俘的女子一起被送到了天启。那现如今，我想留在天启，探听阿蕊的下落，所以进了钦天监，现在在做主事。好啊，你居然做了那君上的官。公主，杀了他！这个灾星已经背叛了叶北。主爷，冷静一点。他是大朝的官员，也是君上的人。杀了他，我们很可能会暴露。他要是离我们远一点， 我们就会少些苦难。叶北大战的时候离得够远了吧？你们没有苦难吗？只要你还活着，就会祸害我们。楚燕，退下。叶子，我不想骗你。我们到天启，就是为了终止叶北的苦厄。 我们准备刺杀君上。刺杀君上？可这太危险了。我当然知道危险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怎么都不会相信大朝君上简直不像人。什么？那一天，去吧！大渊谷使出了恒沉天火术， 可即便是天火，也未能伤害玉修明分毫。玉修明被天火击中，却丝毫没有受伤。至少我们看不出他受了伤。这么说，一般的方法根本伤不到他。或许是他那件铠甲有非同寻常的力量，对吧？有这个可能。之前天妃娘娘跟我说过，说他的铠甲 是用夸父县的冰川原铁由河洛大师打造而成，他从来不给外人摸，每次都是亲自擦拭的。如果真的是铠甲，那我们这次的计划就有优势了。我准备混进星汉大典刺杀，按照梵文入劫，在大典上他需要穿衮冕，是没有办法穿那件铠甲的。如果没有铠甲的保护，以长公主的星辰力全力以击，
必定成功。嗯，连公主，这件事情你们还要慎重。玉修明一向都是狂妄自大，却总能立于不败之地，他应是有比别人更硬的底气。总之，我先试试，调查此事。那就拜托你了。 叶子，这段时间，楚爷他们经历了太多惨事，刚才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没事儿，我都习惯了。叶本人从来都对我这样，从过去到现在，从来就没变过。以后不会了，我会阻止他们的。叶子。 其实你跟阿蕊在我心中是一样的。阿蕊之前说，说你是她最好的姐姐，她一直都很想成为你的样子。现在阿蕊不在了，你能够替她叫一声姐姐吗？林公主，叫姐姐，林姐姐。 大渊谷的恒辰天火术竟然没有伤到玉修明半分，难道他不是人？哎，云文啊，云文，云文大师，不要打扰我修行。 大师见多识广，弟子想请教你一个问题：你说，这如果有人身中恒辰天火术，但居然毫发未损，是何原因啊？啊，知道也不告诉你。啊，我看你根本就是不知道，在那故弄玄虚。什么通晓古今啊？根本就是自吹自擂，骗人的吧？ 没用的，我是不会上你的当的。哼，这是当前这个时代最大的秘密了。如果有人能查出其中缘由，那一定是你，而不是我或者其他任何人。弟子也没有那么厉害嘛，多谢大师看得起。哎，我跟你说啊。 我真的是想了大半夜，真的毫无头绪。你光坐着想有什么用啊？可是你也知道，云姬楼守卫森严，连狄兰章都说，只有有玉修明的名旨才能进去。今天见里面的人，除了太史局的官员，根本进不去。我只能在这想想啊。果然，开窍只是暂时的，本质还是笨得感人。是是是，云文大师，是我笨。 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去到云栖楼呢？陛下，太宰大人樊如晦求见，让他进来。是。 陛下，臣樊如晦叩见陛下。爱卿，找朕何事啊？陛下，兴汉大典乃是我大朝立国以来的首次祭典，臣与司徒监监正未喜，再三考量，皆认为这代表着国威，应该办得极其堂皇庄严，故臣与卫监正多方调度。 一月之内或可再得金珠12万、银豪1000万，全部用于兴汉大典，以期至美至真。要花这么多钱，万一遇到天灾人祸，我们如何应对啊？
以留足备用，不敢置圣公之忧。好，那就好。朕也不想因为兴汉大典搞得朕的群臣们都如临大敌。你想，咱们十几年来什么风浪没见过，钱都是最小的事儿，是吧？陛下英明，陛下英明。你看看这里头是什么？景延展，此乃臣的家乡魏地的风物啊！是啊，朕也怀念魏地呀。朕12岁去的你家，方有今日。朕赐给你了。谢陛下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，星汉大典的工程，钦天剑和司空剑居然以墨石代替黑曜石，趁机中饱私囊。还有这等事，我立马去查办。哎，不用了，朕都已经查过了，罪首是管仪，但是这件事朕必须要杀一儆百，要不然不足以警示于天下。陛下英明，陛下英明。那你去办。是。等等，盒没拿。如果要是这样，这狩猎兑换呢？快！你看，这，白大人，这是怎么了？你干什么？这是！放开我！你这个贱人陷害我！官爷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白大人，大厦之间都是误会啊，你啊，你跟陛下报求求情好吗？你救救我，白大人，你救救我呀！白大人，怎么救救我？白大人，救救我呀！求求我呀！白大人，星汉大典贪贿一案，系管仪监守自盗。陛下明察秋毫，已下令将管仪即刻押入大牢审问。钦天监乃大朝第一衙署，接连发生事故，令陛下震怒，我辈应深感警惕，心怀愧疚，望列位以前车为鉴，一心为国，绝不可行渎职祸国之事。是。好了，散了吧。大人，白鹿有一事请教。之前星汉大典祭坛之事都是由管仪负责，那日后该如何安排？陛下曾令你督察星汉大典的祭坛，相应事务就由你接手吧。多谢大人抬爱，只是白鹿自知经验尚浅，所以能不能举荐一位？在司空监有一位主事叫顾枉然，他为人正直，而且做事也细致，所以我在想以后相应的事务能不能交给他。此类细节你自己掌握吧。多谢大人。老爷，刚刚宫里来消息，亲命司寇监
严审新汉大典贪贿一案。你说什么？听说钦天监的管仪已被抓进大牢，司空监也开始抓人了。这件事你不用说了，我已经知道了。陛下明察秋毫，已经查明管仪是巨贪元凶，我已知会司寇监，此案就此了结，不再牵扯其余。滚！你给我滚！滚！滚！哼！去把反常给我叫来。是，老爷。吃饭了啊！朕说第二遍吗？臣遵旨。逆臣至此，借朱缨参见陛下。在叶北也够了。臣有负陛下所托，罪该万死。但臣与臣父绝无反叛陛下之心。朕看着你从小长大，你有几分胆子，朕还是知道的。你还是回禁军中去吧。陛下，还有什么事？臣谢陛下不杀之恩。朕念你和你父亲追随朕多年，准你在家中设灵堂吊唁。谢陛下。
安兄，多谢。朱英，多保重。朱英，我先走了。玉安兄，保重。樊叔父，孩子，你受苦了。多谢樊叔父探望，结痂存墨，深感大恩。只是没有想到，最后还是没能见我爹娘一面。陛下与你爹的积怨远非一日，他们二人都是极其有主张之人。昔日共历磨难之时，各抒己见也无关紧要，但一旦定了君臣名分，于情于理让步的总不该是陛下吧。日子久了，陛下不满健身，陛下便不觉得你爹说的是否有理，只觉得他不把帝王威权放在眼里呀。原来陛下不满爹已经不是一日两日了。是啊，你在叶北督军日夜艰辛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孩子多多保重，日后有任何事情尽管找你樊叔父。多谢叔父。父亲，我和朱英说两句。接伯父出事后，我立刻赶来府上，但伯母已服毒，只托我将这封信转交于你，说是接伯父留给你的。樊兄，多谢。我一直想去驿馆见你，但我爹说若陛下知道，只怕对你更加不利。樊叔父吃重，所言定有道理。你替我送走母亲，我都不知该如何答谢。节哀顺变。见到这封信时，为父已不在人世。为父从不后悔自己的决定，也已料到今日的结局。此生长别。
唯愿吾儿康健，妻贤子孝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如果不知道，就不要恨了。记住些温暖、愉悦的事情。温暖、愉悦，比如两位长辈对你的慈爱，比如我们相处的时光。那些事情。我已经不敢想了。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不能忘记。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你自己。长公主，什么人？不必紧张，我和你一样，都是和大朝军赏有仇的人。我不认识你，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叫霍洛，曾追随谢坚政。征战过中州，你是大朝的将军，为何会与君上有仇？当年我只是一个被抓去做苦役的小孩，却要被当叛军出战，多亏了谢大人相救，我才能活到现在。你说的是谢海天？不错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兴汉大典将至，我已打通关节，准备在典礼之上为谢坚正名愿。郡上，怎么样了？七海连没有起义，答应与我们合作。没想到界主应是个怂货，倒冒出个叶北公主。叶北人对玉修明仇深似海，定会想尽办法行刺的。当年姑小看了玉修明这出身卑贱的小儿，任其作大。没想到辛苦征战这么多年，最后抛舍邦国基业，对他成臣。樊如晦会在兴汉大典上与你方便。现在我军就驻扎在辽阳，只要玉修明一死，一日之内便可以兵临天齐，这天下还是我蔡家的。属下愿誓死追随。
这件事你做得很好，有什么要求你可以尽管提。我这条命都是君上救的，能为君上分忧是我的荣幸，我别无所求。我定会照顾好你的家人。端木长令，这是在做什么呀？哦，这是太史局在给星汉大典清点祭祀用的礼器。哦，祭天青璧36枚，祭地黄琮36枚，九鼎。来来来，端木长，你别走啊！我还想看九鼎是什么样子呢。八鬼。现在星汉大典临近，天启一定马上就要进言搜查了，都小心仔细一点啊。莲姐姐还在等我的消息。大典真是盛大，我必须要找机会。是啊，很没想到九组26道。还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。我什么？我也想光明正大呀。我这两天已经观察过了，这里早就被列为禁地了，平时没人过来。不过狄兰章呢，是因为怕君上所以不过来，君上自己又不读书也不会过来。也就是说，他虽然大门守卫森严，可是这周围却松懈得很呢。只有千年做贼，哪有千年防贼啊？你说谁是贼啊？你呀、啊，你才是贼。要义，星变48图，云纹真的有这个图。可惜，这些你都还不能修习。这里可真大呀！顾真梦华录。我记得天启以前是叫顾真城，对吧？
星一剑。哎，岳文，我找到地星一剑的全册了，这总该有用吧？啊？何人擅入云集楼啊？谁啊？你又是谁？云集楼乃青天剑禁地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我便是怎么进来的。哦，你也是来偷书的？偷书？你是来偷书的？我不是来偷书的，我是来抓偷书贼的。陛下怎么来了？你刚才在跟谁说话呢？没谁啊。云纹是什么？云什么？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还不说实话呀？别怕，他又听不见我说话。陛下，那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。我这个人吧，有一个小毛病，就是每一次看到好书之时，就总爱自言自语，让您见笑了。朕倒是要看看。好书，聪明好学，涉猎又广，对朕就这么有兴趣呢？啊，你会瞎编呀，保命要紧。是啊。那你说说为什么来云集楼？想好了再说，说不好你就别回钦天监了。编呀。臣想多多了解陛下的丰功伟绩，臣仰慕陛下。顺着杆子往上爬的本事你倒是炉火纯青啊。说说仰慕朕什么了？第一年时期，与夸父战于巨石，单骑入谷，斩夸父首60余。而后帝亲征西唐曹鸾四地，如果算上叶北之战，陛下17年定鼎，这年纪也得30往上了吧？你倒是算得快。就指你说的巨石意义战，我军被围困，夸父的个头是人的3倍，力气10倍都不止，打起仗来不要命。他们一冲过来，我们的人就全死光了，除了朕。白露，你现在所看到的都是史官记载下来的结果，却没有人在意过程。你疯了吧？怎么还敢来云集楼？我不来怎么能知道他的秘密呢？年诗桥建于寒真地，旁有古殿一座，这是一处古老之地，传说曾被上古真师之力眷顾，民间好事者常言此地多有神秘之事发生。哎，云文，你快看看，你看这棉石桥是不是跟真尸有关啊？你知道真尸？我不知道，所以才问你啊。你总知道吧？真尸
是上古传说中的族群，他们不死不伤，亘古不灭，甚至数百年容颜不老。这么厉害？当然了，还不止这些呢。真师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知悉世间所有的奥秘，厉害吧？不会是真师给了玉修明什么力量，他才能逃过恒辰天火术吧？这个都是你乱猜的。我没有乱猜啊。哎，书里说玉修明戎马十几年才一统天下，可你不觉得他看起来有些太年轻了吗？那谁知道啊。哎，像这样的秘密他肯定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那我不管，反正我想办法要给他查出来。陛下，陛下，青天剑主是白鹿，呈给陛下一盒子。什么盒子？白主是说是呈给陛下的，臣没看。万一是谋害朕的机关呢？你就这么拿过来了？臣马上拆开细查。且慢，雕虫小技，朕还怕他不成？是长明的星辰。